可是，一般人的电脑是不显示那个副档名，对不对？所以按确定，确定之后你会发现，哎，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资料夹，可是实际上它是一个执行档，就用欺骗的就对了。那为什么？其实我外面也有一个资料夹，就是这一个叫可惜档，可惜版，哦，可惜版，的那个，哦，在这边可惜，哎，该不会被？影音档，可是它档案很小，哎，影音档，啊，它就是利用你本来有的资料夹去做那个病毒，然后呢，对对对对，所以我就知道一定是中毒了，所以要知道，就第一个先看一下，检视，可是我的电脑都会显示副档名，所以我第一个就觉得不太对劲了，哦，那就不小心就把它怎么样点下去了，点下去之后呢，发现不妙了。中毒了，来不及，已经点两下了，哦，你看。